有人会比这样子的话，175块，175块，或者是177，他用摇的就代表是双位数了啊，66、55、44块，或者88。好，大概是还有很多种组合了。那我只是跟各位报告一下比较简单的一个组合方式，大概是这样。好，有问题吗？有问题吗？那这样子玩是？好。像是那一次是多少公斤？不晓得，就是当场称就对了。我们前端会有理货员将一整个鱼货办好之后，会有传票出来，所以我就是针对这一种鱼货去做交易的。然后我。拍卖员开出来的价格是每一公斤的单价，而不是那一笼鱼货的单价。那就是你再去称实际上有多重？不用称，因为我们会给他一张那个交易的凭据。已经有重量。对对。